今天来吃据说是北台中隐藏版的夜市羊肉炉。这家羊肉炉平常都在丰原、潭子、大雅营业，是几乎就在店才知道的美味。这一锅红烧羊肉炖煮的超软嫩，羊肉都被煮的超好入口，也有牛肉汤版本的牛肉锅，两种汤头都很够味，大火滚起来就飘出阵阵香气。喜欢吃牛肉面的也可以请老板把牛肉锅做成牛肉面，因为很多在地人都会包去给外县市的亲友，所以老板还有推出冷冻宅配版，这个里面都是炖好的羊肉或牛肉，汤汁是浓缩的原味，回家可以加水稀释，每天都在北台中的各大夜市摆摊哦，快去吃看吧，拜拜。